带来我们第一个任务，因为我们看过连母公母，有没有听过？有，看过。那看过电视，我少年时，少年是那个练武功，有没有？嘿，可是我们今天呢，都是什么花拳绣腿的，是练跳舞的那个武功哦。好，那请给我们掌声鼓励好吗？来，我们的快乐伙伴。你看看你们没